人蛇扮凳偷盗，日肉断正。偷盗？有啲人会咁样驳。非洲几内亚有两个摩洛哥蛇头，就将架车张凳嘅海绵挖晒出嚟，塞咗个几内亚人蛇入去，谂住偷运去西班牙属地梅里利亚。佢哋坐上张凳，揸住架车去到边境，等入境嗰阵，有个边防警够眼利，截停调查，揭发事件。当局拉咗佢哋三个人，但系都形容呢个手法创新啊！